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兰花吧，有的朋友他养的他不旺，他不好看，我教大家怎么养。你首先你这个栽，你用什么土栽呢哈？你用这个曲河沙，再就是咱这掺这石子儿，你再就是咱那个粉叶土，它这个比较是肉质根，它不烂根。你要找这个，你要是找圆土呢，它好烂根。它怎么养呢哈？你浇肥呢，你别浇过于很勤了。你要浇很勤了呢，它肉质根它容易烂根。你有一个来月浇一会儿吧。它现在这个三色光，你要是暴晒的话，你买这个叶儿晒的焦黄，它不好看了。你要是施肥呢哈，你偶尔在这个大豆啊哈，你播了以后，你那个发酵了，你掺上凉肥浇一下。你要是上带着肥料，它长的这个东西长得很慢，它怕烧根。你要是到冬天呢哈，你那个它隔冬，你别低于五度都行。哈，一到夏天它通风不好，也它好上这个黑斑病。你一个月打上一会儿这个多菌灵啊，预防，提前预防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身边有几盆这个仙艾球吧，这个仙艾球叫什么仙艾球呢哈？叫非法育仙艾球。这个仙艾球呢，一年不大断花，你到晚上它合上，到十点以后吧，它都开开，这个花特别漂亮。你怎么养呢？你用那个河沙土，你栽它。你要是用圆土，它好容易好烂根。你要是栽都是用这个煤球渣，你栽一下最好了。你要是浇肥呢，哈，浇肥你别管也很勤了。你要是很勤呢，它好烂根。这个非法仙艾球，你栽花它，你见着阳光，越见阳光越晒越肯开花。你要是这个仙艾球，你要是施肥呢哈，你少施肥料，你施这个磷钾肥，你薄肥勤施，你别管也上很多了。你要很多了，它这个长得很慢。你放在屋里，它净化空气，它搁电脑里放辐射。你要是到冬天呢哈。你到冬天它必要隔冬，你到冬天一个月你别浇灰肥，你要是浇肥浇勤了，它往往它好冻死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跟前有两盆长寿花吧，有的朋友买回去他不会养，怎么养呢哈？你用什么土栽哈？你得三分之一的圆土，三分之二的河沙土。你要是光上圆土呢，它容易好烂根。你要是浇肥呢哈，你浇别管也很勤了，它一个肉质根。你要是见阳光呢哈，你这个暴晒才好的。你要是在这个三色光地方，它这个花它开不不等鲜艳，它也开的不勤。你要是上肥料呢，你薄肥勤施，你上点农家肥。你要是上很勤了也不太好，你要是那个到九月份八月份的吧哈，你打点那个磷钾二氢钾，它叶子又厚又亮，它特别好，它也旺。你要是扦插呢哈，你繁殖小的时候，你到过了年这个二三月份的，你就浇来你插上都行。你要到冬天呢哈，你浇肥你别浇过也很勤了。因为浇过也很勤劳呢，它那时候到冬天，它那个蒸发的慢，你它容易它好烂根。你要是到冬天呢哈，你也得见见阳光。你要不见阳光呢，它开花它也开得晚。你要到冬天你多少温度，你别低十度以上吧。你要低十度以下，它这个容易冻毁了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红金钻吧，这个花呢哈，在屋里特别好。你扶老屋的时候，在这个平房，你放客厅里，它也净化空气，它也能好看，这个叶好看。你怎么养呢哈？你栽的话，你用什么土呢？
你在这这个哈萨托采这这个罗扎托那儿采起来，它土肥料比较好，它富裕一个肉质花。你要是广大源头在那哈，它那个放往一烂根。你看今天你怎么叫呢哈？你他带过的吧？你交费你别会交管也很勤了。你要是交管也很勤了，他往一烂。你带过的你两个星期十二天交一会儿。你说今天你把那个管也很晒了，你晒了这个叶片不好看了，它吸这个带散光。你要是后边有灰尘啊，你用这个喷过去，你喷洒它一边飞，它这个叶子特别好看。你要是这个今天你要施肥呢哈，你不费心思，你用什么肥料浇它呢哈？在那个大豆啊，你沤一下，你铺好了沤一下，掺上两肥脚，特别好。你到冬天呢，这个鸡蛋哈，你别低于十五度，你要是低于十五度啊，它不大敢动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飘香藤吧，这个飘香藤呢，一年不断花。它这个土呢哈，你用什么土栽呢？你用原土，咱这哈萨踩一下，它这它肥一个肉质花，它不烂根，土肥量比较好。它是那个，你要是到夏天的哈，到超过三十度以上，你就是稍微遮点阴。它这个你要是配上秋天的，你得见阳光。你要不见阳光呢，这个花开不成漂亮，开不成好，它一年不断花。你要是上肥料呢哈，上点这个雷家肥就行，半个月两个星期的你上一会儿，也那个不费心思这样。你要是到冬天呢哈，你浇肥别管也很勤了，有一个星期浇一会儿就行。你到这个夏季吧哈，你得保持每一天一肥，你要不浇啊，它旱烟无烟，它对它不利。它到冬天多少温度呢？你十五度左右都行。你要是这四拉多吧，它这个花开不正好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身边有几盆这个琴叶榕，这个琴叶榕寓意比较好听，它叫嘛？叫招财进宝啊。你那个用什么土栽呢哈？你用原土，咱这哈萨采起来你栽一下。你带过的啊，你这个要是别见阳光，你它先散热光。你要是到五六月的这个很热的夏天吧，你都拿着喷壶上这个院上喷下肥。你要是浇肥呢哈，你到这个夏天呢，你带过的你两三天浇一会儿。你到冬天呢哈，你到冬天你浇多少呢？两个星期浇一会儿就行，你浇别管也很勤了。你要到冬天温度呢哈，你十度左右，你别低于十度，它低于十度它也是不大敢动的。它这个叶片呢哈，很小提琴哈，它摆着屋里净化空气特别好，它寓意着招财进宝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。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金丝绿叶吧，它这个长势不好看，我给它修剪一下。你说这个金丝绿叶吧，你要是不剪呢，它长势不好看，你咱都修剪看，有两个星期它都又发出来了，就一个枝它发两个特枝。你咋剪了呢？你这个枝条呢？你别下楼，你得前插一下那个稍微印小队儿。你要插哪哈？一颗换一颗，你晾晒它一天。你买这个顶部呢哈？你给它留一下，它能把造型的它特别好看，比下边它高一部分。我这个金丝绿叶呢，我早上修剪好了，照着这个造型呢，它都是一个彩虹门的样式哈，这个比较好造型。你浇肥呢，你浇肥别管也很勤了，它这个它分一个肉质跟肉质化的，它那个干旱，你要浇很勤了，它那个怕老。
你看当时剪的这个型装饰不好看吧，有两样型它都好看了。好了，本次视频都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